各位晚安，我现在是大概晚上快八点，我现在在这个位置呢，距离卡帕多西亚还有大概二十分钟左右。那通常你从不管是安卡拉还是伊斯坦堡搭车，都是到这个城市有点难念，这个城市叫 Nikosia。我这个真的不会发音，好，反正我之后再跟大家说。那这个小镇呢，通常你搭车都搭到这边，然后再搭接驳车到那个Goromi 就是卡帕多西亚搭热气球那边，然后我的车子来了，等一下就可以搭那个免费的接驳车。好，那应该是我的车子，准备上车啦。费尽了千辛万苦，总算来到这次在土耳其的最后一站卡帕多西亚啦。我现在在这个接驳车哦，是从 Nikosia 大概搭二十分钟就会到那个 Goromi。Goromi 呢，通常是大家应该说你们住的地方就是 Goromi， 重点都在那边。但是那边的车次比较少，所以大家都会搭车来这边。好，二十分钟到嘛。我跟你说，龙龙这次砸重本订了一个王美饭店，超级漂亮的王美饭店，就是好好的介绍一下卡帕多西亚的洞穴居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哦，敬请期待。那会不会搭热气球呢？不告诉你，等一下到了就知道了。明天早上天气好，然后阳光加的时候，我再来好好的开箱一下我这次住的王美饭店，绝对会让你大开眼界。这应该是龙历险记第一次花那么多钱在饭店上面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那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卡帕多西亚的市中心了，因为现在晚上其实超死人，看不到什么东西，太暗了。可是你现在往山头那边看哦，那些亮亮的其实都是洞穴饭店。好，那个麦克风要开，所以我现在就往我住的地方在那个上面，慢慢的往上走。那走吧，背起我大包包了。我现在在想啊，我之后要怎么拍？我等明天早上再拍呢，还是等一下直接开箱，先看里面的光线好不好？如果不好的话，明天早上再拍。好，敬请期待。晚上的 Goromi 小镇空荡荡的，没什么人，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哎。现在赶快出发前往这次的超级华丽洞穴饭店吧。哦，有点累。把背着这个东西走上坡，跟你说，这就是我未来四个晚上住的地方，就是这里了。好，那先让我 check in， 之后的等一下再告诉大家。好，喘一下，走。接下来的画面，大家千万要看好看满呐。各位早安，我现在就在这个洞穴饭店，昨天睡了一个晚上，非常舒服，还没开箱房间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再开箱房间给大家看。可是现在哈，很早，还没七点，我来这边干嘛呢？来这边卡帕多西亚就是要看热气球啊！跟你说，热气球都是看日出了，所以我也势必得早起，为了要拍热气球。你们看我后面已经有热气球了，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洞穴饭店，有点像迷宫的。超级漂亮的，你看，我们现在要去阳台，先到阳台的部分，然后就可以看到整个热气球了。天空中至少有超过30个热气球，五颜六色的热气球把整个天空点缀着无比美丽。能看到这个画面，小弟我真的是此生无憾了。来过卡帕多西亚的人都知道，要看到这样的景色，真的是要烧香拜佛。动不动就不飞的热气球，下雨不飞，下雪不飞，风大也不飞，甚至有人在这里等超过一个礼拜，连颗热气球都没看到啊。还有长荣航空的热气球哎，
那现在太阳慢慢出来了，然后我跟你说，这个店家非常用心，他们会在大概10点之前摆一桌早餐，那桌早餐是不能碰的，就是拿来拍照的。然后从这个角度拍过去，可以看到整个热气球升空的样子。你看，哇，还刚好遇到有新人在这边拍婚纱，这个画面好美啊！真是贴心的服务，还帮你准备好拍网美照的道具。所以说，选对饭店很重要啊。这是花大钱住的 Sultan Cave Suite， 一切都值得啦。虽然艾米丽不能来，但总有一天会带她来这里的，大家都听到了哦。好，那现在大概是7:30，太阳出来了，你就看到那个热气球后面已经没有了，他们已经慢慢下降了。那你 有看到后面那个早餐被过客？Hello， 他在那边偷吃早餐。我只能说，这个网美必备的这个早餐真的超漂亮的，因为它颜色很丰富，然后你在整个网那边拍。大概六点半来的时候，哇，这边全部都是人，因为大家都在准备拍热气球。好，那我现在真的要去吃早餐了，开箱一下这个洞穴饭店早餐怎么样？不是这个，是在里面，因为这个只能看不能碰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洞穴饭店的早餐怎么样吧。满满的甜点、面包任君挑选，坚果、沙拉随便你吃。这样的早餐，我觉得没有100分也有95分啊。好，那看完热气球，吃完早餐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这次在卡帕多奇亚住的洞穴饭店。这个洞穴饭店，你来到这里一定要试着住上一个晚上，至少，因为你才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魔力。好，我们先进去看我房间。好，等不及了，等不及了哈。哦，准备好了吗？1、2、3。哇！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在一个山洞里面的感觉，这个墙壁齁都没有经过处理，都是最根本的。你看，还有壁炉哎。很不错吧？好，那第二个重要的就是厕所，我们来看下厕所干不干净，还有什么东西好了。哦，有浴缸哎，还有一个人。这个好，淋浴间不错，它是对开的方式，你看，哦，而且很大，体验一下。大概就是这样子，非常的，哦，洗澡非常的大，而且我昨天洗澡的时候，这个水柱超强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水柱超强的哦，对，很赞。然后尤其是它备品很用心，你看这个小香皂可以，你可以带回去的一个小纪念品，还有这些，最酷的我觉得是这个。拿来打电话有没有像它这个设计根本就是电话，但是它原来是洗澡用的哦。
那这个就是我未来的四天在 Goromi 小镇卡帕多奇亚这边都会住在这个洞穴饭店。然后我其实因为现在还是算春天嘛，像卡帕多奇亚必须要穿羽绒衣，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只有体感只有大概5度不到。但是吼，你一进来哦，就算我不开暖气，你住在这个洞穴饭店里面，冬暖夏凉，进来就大概20度，不开暖气都是这个温度。有游泳池，可是因为现在是太冷了，没有开。你们夏天来的时候再告诉我那个游泳池长什么样子齁。